接着我们要开始来落板了，要将，这个素材档案64页的这个 PDF 档案里面呢，将它的这个编好的书籍，我们要把它排到这八个框架里面。我们现在假设我们抽到的是第二台，然后我只做骑马丁装第二台的正面。因为考试的时候要做骑马钉跟线胶装，总共要做4次。其实这个动作都是重复性的动作，所以我只示范一次，其他3次呢，你们就自己去练习就可以了啊。假设我现在要做的是骑马钉胶装，骑马钉装的第二台的正面，然后呢，它有题目有要求我们要天对天，所以就是说这上面这4张呢，它的头都要朝下。跟下面这4张头是相对的，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先把这4张全部都先反转180度，这样比较方便。在反转之前，我建议同学你先把你的这个图层呢找出来。好，现在先把这个基本功能呢，这切换成印刷样式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图层。为什么是先找出图层？因为我们要先把所有的直线东西锁定起来，避免待会会旋转到它，会造成干扰。所以你把这些直线都先选取起来，框架不要动它，因为框架我们要用啊。然后我们先把这框架呢，4张一起选取，然后一起做180度的旋转，旋转完了，因为它是原地旋转180度，本身这个框架呢，它的上下左右都是一样，所以你看不出来。可是呢，等一下我们把图片置入之后，你就发现图是反的，就表示有成功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图片置入的快速键是 Command 加 D。好，我们现在 Command 加 D 按下去。好，在桌面上我们找到这个64页的这个 PDF 档案，这个地方要勾读入选项哦，这样它才能够跳出一个选项，让我们去选择要第几页。好，这个地方是第9页，不是，是页序是第9号编号，并不是第9页啊，页序是第九，然后确定。你会发现，现在我们置入进来的图片，它自动都会旋转180度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把框架做了180度的旋转了。好，依序，其他3张都是一样。好，这个是第56页序，第56编号页序啊，56，确定。好，这是第53。好，这个是第12。好，在下面这4张呢是正的，不用再去旋转，所以下面这4张就是一样，我们就再把它植入进来。好，这是16号的页序。再来，Command 加 D。49。Command 加 D。再来是52页序的。再来，Command 加 D。13，好了之后呢，这有些地方它会有一些这个没有对齐的地方，我们就必须要想办法把它对齐啊。所以我们这可能是它电子档的问题。你看它这个档案呢，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个很精准，它并没有每一张都是 A4 大小，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用这个手动去微调。好，再来，记得白箭头是可以去调整这个
框架里面的物件，黑箭头是移动整个框架。我现在要去改的是上面这个，要尽可让它好，这样子我们就，完成了这个第二台的这个正面，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可以利用这个页面工具，我们直接将这个页面呢复制，再复制，再复制。我们现在先把它，刚才这个地方我们要。对页功能把它关掉，文件设定这边对页不要，我们不要对页，确定，然后将这个第三再复制一层，总共呢要做四页，然后你再把这每一页好的内容啊再把它换掉，好，比如说你像你这要做第二台的这个背面，然后这第三呢要做这个现胶装第二台的正面，现胶装第二台的这个背面，然后全部呢。改完之后就另存成 PDF 档案，存成 PDF 档案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事项，转存。好，我把它取二之一好了哈。这个地方你要勾裁切标记、初解标记，啊，平板啊这个标示这个色标，这边这三个都要勾，然后日式标记，然后这个初解的设定要勾。然后这包含印刷边界这个界限，我们刚才那个15公里要勾，好，转存，它就完成一个这个四页一起的这个档案做好了，看到中间会有一个，3、4，都全部在一起的。而且它这个线都已经弄好了，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再补充一下，我们刚刚呢做好了第一页面，然后我们复制的从第一页复制的2、3、4，然后现在稍微讲解一下我们如何去替换啊我们其他的这个内容，因为怕同学啊不了解，所以我们再做一个很快的一个讲解。当你复制到第二页的时候呢，你只要去用白箭头，先将这边的内容啊弄删掉，删掉。记得白箭头是可以删掉你的那个框架的内容，然后再用黑箭头去点选你要置入的框架。好，假设我们现在要做这个，继续做骑马丁第二台的这个背面一样，卡面加 D。好，背面呢这边是啊。页序是第11，好，确定，一样它是反的哦，再置入，好，54，等一下，54，再来，55。再来是10，再来是14，再51，再50。
15。好，又完成了。我们再放大看它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些没有对齐好的。好，OK。所以其他的这个几页的做法呢，都是一样啊，都是只要把这个白箭头拿起来，然后点选内容删掉，再替换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呢的讲解到啊，就到这边。还有就是你们在列印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缩放页面大小至 A3，因为我们这个纸张呢是全开的纸张，可是你在印刷的时候不可能有准备全开的机器那里印，它只有 A3 的机器让你使用，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将每一页缩放到 A3 的大小。它会有个自动选项，让你选择到缩放适当大小，然后印出来之后呢，要在右下角写上你的这个准考证号码及你的姓名，还有你这个是哪一种这个装订法，是现胶装呢还是骑马钉，还有你的这个第几台，还有正面还是背面，还有你的咬口方向是哪个方向，你要用圆珠笔啊标记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交卷了。好，谢谢各位同学收看，再见。